主席，因为我们这个质询的时间有限哈，为了避免上上下下影响到这个问政哈，所以我一口气要请主席帮我请内政部检次长来，检次长警政署的刘副署长来，还有刘副署长陆委会的刘副主委啊，陆委会刘副主委，中选会的刘副主委啊，中选会刘副主委，怎么副主委都要姓刘才行是吧？好，对啊，那个客委会也是刘副主委，要不要请？那就一块上来好了，闲着是闲着了。哇，姓刘的都上来。姓刘的很重要啊，现在不能没有你们哦。这个我首先请教一下检次长跟这个警政署的刘副署长哈，这个再过十几天有关于江城会第四次江城会就要在我台中举行啊、哦。那么我们很多台中的民众乡亲都很关心这个议题，因为关系到我们的一个交通，关系到我们的安全啊。那所以有很多的乡亲叫我来请教。那么江城会举行的地点，那听说警方要设立管制区，那请问管制区的意思是什么？民众希望警方跟内政部能够说清楚讲明白，譬如说这里面有很多的商家，那么在江城会期间他可不可以进去吃东西，可不可以进去买东西，可以进去逛街吗？甚至可以进去散步吗？可不可以？我请刘副署长来说明。给卢委员报告一下，有关这个管制区的部分哈，这个因为鉴于上一次我们协和专案的时候产生了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这一次呢，为了这个以安全跟平顺是我们最高的原则，所以我们在事先规划的时候有个区块，那可能会有这个争议的地点呢、啊，我们事先做了规划说，请把这个资讯告诉我们的厂商或者商店，让他们了解这商店的状况。我现在不是问你商店，那么针对问题回答，我时间有限，就说一般的民众他如果去那边要吃东西，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餐厅嘛啊，那要去买东西 ，Seven Eleven， 或者是他进去逛街或者进去散步，可不可以？我们台中市他有发布我们管制的做法哈、啊，就针对一般的状况，管制区我们不封锁，啊，那区内的商家或民众维持正常的生活跟营运。所以他要进进出出可以 okay, 可以 okay, 那第二个我请教一下哈，因为这次已经有一些异议分子他们表示说他们会有一些激烈抗争的手法，甚至有人说他会自焚，所以进出这个管制区，第一个你是说不会采取柔性管制不会封锁，就说你要进出可以，那第二个会搜身吗？搜身没有特别状况，我们不搜身，也不会。对，所以换句话说，虽然定为管制区，但是大家进进出出要散步的，我跟你讲，我要进去散步，我要进去这个买东西都可以就是了。是的。好，这个很重要。那第三个就是说，被管制地区的，因为他是被划为管制地区嘛，那他认为你把我划为管制地区，警方就有责任哦，因为你既然要管制，你就要维护我的安全。所以在管制地区，如果他的生意受到影响或者受到破坏的话，他可以要求国家赔偿吗？有关这个部分呢、啊，因为是假设的状况哈、啊，我很难答复我们委员的这个质询呢、啊。那事实上，这个我们假如有状况的话，我们可以依国家赔偿法来处理。是，好，谢谢。那两位请回哈。接着我请教一下那个刘副主委哈，陆委会刘副主委，这个今天非常有意思哈。我们的行政院长的吴院长说，有关于 ECA 法呢，他希望能够达到六成以上的民意，那么支持，那他才会签哈。那现在是五成多。可是呢，今天自由时报又发布，台湾智库昨天做了一个民调，说六成以上的民众啊是反对并且主张暂缓签 ECA 法的。那很奇怪啦，行政院做的民调是五成以上支持，还不到六成，可是台湾智库做的是六成反对主张暂缓，那到底哪一个民调才正确啊？我想这部分不管怎么说啊，现在距离到签署还有一段时间，这部分大概行政机关应该是绝对要去冲刺努力向民众说明的机会。那在民调来讲，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
不同的机构也在做啊。就陆委会来讲，我们也是常年啊，透过很多民调机构常年来去做这一部分两岸事务的部分。所以我想就我们来讲，我们也持续从我们的专业的角度来提供各种将来民调的基础，让民调机关民调机构能够做出比较完整的一些参考的一些数据出来。你们能具体回答，到底行政院的民调是正确的，有五成多以上，接近六成的民众支持，还是像自由时报说的，有六成以上的民众是反对的，主张缓签，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因为每一个民调它主要的诉求或者是它做的一个区域性的等等因素的不同了，所以我想这部分因为还不太了解自由时报它那个基础的状况，所以我想这部分没办法给一个非常标准答案。那所以这个到时候就会产生争议啊。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坚持自己做的对，行政院认为他做的是对的，然后自由时报坚持他做的是对的，那到底到时候签跟不签到底用哪一份民调为主？那第二个呢，这个民调怎么样让民众信服？因为大家都说这个老王卖瓜都说自己的瓜好，那所以你们要做到怎么样的民调才能够让民众信服，哎，这个民调是签 ECFA 是有依据的，是公正的。这部分我想虽然说民调是一个呈现，但是实质的内容应该是说机关应该本足自己的权能，多方向的去跟媒体跟民众还有业界等等来做说明跟沟通。我想这个请你们研拟一下这个题目好不好，送本院来，就是你们到时候这个民调要怎么做啊？ECFA要签，那你们一定要怎么做才有公信力，请你们研究一下送立法院哈，拜托主席单位裁示一下。谢谢。那另外呢，他这边有自由时报民调就说有七成以上的民众主张 ECFA 要公投，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可信的，那么到时候我们陆委会要不要办公投呢？这部分我想政府机关没有主动去做这样子的申请啊。这部分因为公投法本来就有一定的依据跟一定的法规的流程，政府可以发动啊。如果说七成，如果真如他所说的七成以上是支持的话，要求政府办公投，那政府本身就有主办权呐，不一定是民众自发权呐，所以你们会不会主张要来办公投？这部分目前在陆委会的立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多加的宣导，让经济部所跟产业面所结构出来的实质内容呢，让大家能够多一点了解。所以你们目前没有计划，没有规划说要就 ECFA 事情来办公投。没有。是。好，谢谢。那接着请中选会的这个刘副主委。刘副主委，中选会。刘副主委，这个反美的这个牛杂牛骨进口公投已经成案了哈。那所以现在民间有在传说，说民进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这个反美国牛杂牛骨的公投绑五都的直辖市长选举，请问中选会有这样的规划吗？我想那个我们讲成案，它其实是还没成案，因为像现在只是还要经过联署才可以的。那在联署之前呢，它还要经过那个公投审议委员会的那个审查合格才可以。在审查合格真正的成案之后呢，它在一定的期间内要办，我想可能是等不到五都的选举。可能等不到五都的选举，你觉得为什么？你们去算，其实你们思考过这个问题，你们算过七成对不对？那个是法律有规定的，有规定的一定的期间。如果说他这个联署的时间有限制吗？成他这个现在10万人这个联署以后，那多久之内一定要达到这个联署的？那所以如果要办的话，他会变成一个单独的公投，不会跟直辖市长绑在一起就是了。现在成案的话会是一个单独的公投。是，好。那接下来明年底的这个五都直辖市跟这个三合一的选举啊，很多议员非常关心，跟我们上一届立委这届立委碰到状况一样，刚好碰着五都里面包括台中台南高雄都碰到市议员几乎要减半的问题，它有选区划分的问题。那么所以什么时候是公布选区调整最后的期限？因为那个地方制度法的一个修正还没有完全确定啊，所以它那个名额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要等到那个名额确定之后再来做这个选区。大概呢你都已经算过公投绑大选可能挂不在一起，那这个问题马上关心起来啊。所以你当时第一个期程，第一个当时公布方案，爱红红准备啊。我请问这摆你会选举，大家选到孔卡桥呢？因为中晚才宣布的啊。我们在那个法律上规定的是要在5月31号以前公布这个选举发文的结果啦。那我们其实也在做这个各种数字的这种规划，我们希望能够尽早公布它的这个结果。
最晚5月31号，有没有办法赶在农历年前前后左右？因为让大家至少有一年左右、11个月左右、10个月时间去跑。我想是不太可能了，因为新的选委会，新的地方的这个选委会要在1月16号成立，那新的选委会要在那个时候才可以开始运作啊，所以在农历前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农历年前不可能，希望尽量赶了，好不好？我们尽量。不要说到5月份、3月、3月也好，不然的话，我觉得对这些参选的人来讲，这太残忍，因为选区碰到变动，因为我们自己感同身受哈，所以希望你们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已经有文给地方选委会，让他们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这个政府让他们开始这个做各种规划，应该可以尽早。然后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说哈，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尊重地方的方案，好，地方政府的方案，不要像我们这届案子，地方报这个案子，就民进党就把它翻掉了，因为他自己要控制这个选举。那我们也希望国民党执政，我们应该要有良好的风度，尽量尊重地方政府他所规划的方案，是不是要往这个方向进行？啊，原则上我们尽量尊重，依法尽量尊重。好，谢谢。那个我最后啊，那个刘副主委，我没有问题请教你，但是我要请教一下那个，原委会，对不起，那个请教蒙藏委员会的副主委，是不是秘书长来？蒙藏委员会主任秘书，刘副主委没事了，谢谢，请回。陈主任秘书哈，请。最后一分钟，不好意思哈。啊。主秘，我跟你请教一下哈。请主秘。按照我们的这个蒙藏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蒙藏委员会的委员呐、应该每年轮流分往蒙藏各地去视察，这是法有明规哦，啊，就是你一定要去视察。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蒙跟藏都在大陆的辖区啊，那么也因此呢，就说我们的委员有没有办法去是个问题。那据我了解，用委员身份都没办法去，所以跟法就有抵触。当然，我们现在蒙藏委员只有三个委员，这是非常迷你的一个委员会部会。那这三个委员有一个包装在蒙藏基金会里面啊，那所以呢，这个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去过一次这样子，可是呢，这样的话就跟这个法有所抵触。所以换句话说，蒙藏委员会它的功能啊，它的功能其实就会受到很加限制，因为它规定我们既然成立这个部会，就是要服务这个地方的人呐、那应该要定期的视察啦。结果呢，也没办法去，然后跟法又抵触，然后也没办法了解当地的情形。去的话就偷偷摸摸要变装成某个基金会的人去，然后去的话就顺便去玩一玩，因为也不能够做什么考察或是官方的活动。所以这样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报告卢委员。那么现在就是陆委会那边已经修正过了，如果是因为业务的需要，那我们事先先报请陆委会就可以派我们委员可以去蒙藏地区去做考察。 对业务的需要，可是这业务就有需要，法律就有规定啊。 对以前是规定是不行，就是11指灯以上不行，现在可以了。那所以你们会去，现在委员可以但是去，我是希望你们真的是去，你们要把这考察计划跟考察报告写清楚，不要发生像台北县警察局带去就考察半天，剩下8天再玩那这个的也要确实做到，好不好？ 是谢谢委员。是